自从参加了第三季《我是歌手》，台湾天生歌姬黄丽玲在内地也是圈粉无数，人气更是一路飙升。如今刚出完新专辑，又忙着开巡演的阿玲也是忙成了空中飞人。这不，刚刚结束香港演唱会的阿玲又马不停蹄地飞来了上海。3月15日，阿玲以一袭白色抹胸连衣裙的优雅造型现身，为其代言的某品牌盛典站台宣传。最近第四季《我是歌手》也正在热播。作为老人，阿玲表示对张信哲的表演印象最深刻，但要预测歌王的话，自己还真的不敢说呢。最看好谁啊？对，谁能拿下这个歌王？这个太难说了。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大哥信的所有的演出，然后最近也看到拉拉徐佳莹的一些歌曲的表演，都让我很惊艳。然后最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张信哲大哥跟务农族的小朋友一起合唱的那一首歌曲，让我很喜欢。现场，上海国际电影节与该品牌还正式宣布将举办以女人勇敢爱为主题的纪录片创投项目。而受到电影自称是绝对影迷的阿玲还透露，自己有想转型做演员去拍电影的计划呢。而对于综艺合作的男演员，阿玲则娇羞地表示希望是自己的男神张震。看来阿玲对于不老男神们还是情有独钟哦。反哪个？我喜欢看电影，我甚至也很想要拍电影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最近就是也有唱电影的主题曲，跟孙楠楠哥，然后我很喜欢爱情浪漫片，因为你知道女生就是我很喜欢幻想，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爱情片都会就是陷下去。跟谁合作之类的？如果你拍电影的话，如果吧，太多了。可能应该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张震。乐视娱乐上海报道。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